要是有鬼，有什么怪物，我就把它敲死。注意形象啊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沙雕恐怖游戏 UP 主红剑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玩这一款游戏，叫做 True Nightmares， 真实噩梦第一章。我不知道这个游戏的作者他会不会出第二、第三章，但是的话呢，既然有了第一章，我就来体验一下这个作者真实的噩梦吧。游戏直接开始。哎，我仿佛是我回到了家中，我现在要去我的房间，要去洗澡，要拿毛巾。不是，我先看一下这个地图啊，我先熟悉一下我的家行吗？我对我的家不熟悉还行。这边是一个非常大的电视，应该是一个客厅。哎，没有玄关的吗？啊，这个算玄关了啊？好吧，我以为这个豪宅应该会设计的挺棒的，结果怎么这么黑啊？这房间有没有灯？不是，这房间能不能开个灯？有个钥匙，我们拿上。我不需要它，也就是说我以后可能会需要它，是吧？哎，这怎么有一扇门？刚刚我没看到。哦，不是这么黑，坐着你玩我呢？我这怎么可能看得到这有一扇门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边是厨房。哦，厨房的灯在哪？好黑呀，这游戏啊，能开吗？这开关没用啊，这灯是假的，哈哈哈哈，一个假的灯。现在目前来说，这个游戏好像不会有太恐怖的东西。按照恐怖游戏的尿性，会先给你嘚瑟一下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待会儿，才会出现非常恐怖的。这房间我不去了，太黑了，我看都不想看。行吧，上楼准备洗澡。哎呦，一个人住这么大的豪宅，我感觉我会害怕的。哎，这房间有古怪啊，你们看这个门就完全不一样，完全跟其他地方啊这个风格就不搭。这边这个房间又是一个，这算什么房间呢？哎，我真的搞不懂你们有钱人的房间。哦，有电脑，可能是录视频的房间啊，工作间，对不对？哎，哦，厕所。哎，有钱人就是这么的奇怪吗？有一些奇怪的癖好。厕所的灯这么亮，楼下的灯这么黑，这过道的灯也这么黑，神经病吧？啊，这边应该是，这边怎么更黑了？开门。哦，这是我的房间。毛巾啊，找到了毛巾了。这个保险柜打不开哦，需要钥匙，应该是需要钥匙啊。我的柜子，衣柜里面一件衣服都没有，看来家里肯定没有女主人，没有女朋友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衣柜一定是塞满的。哎，这边也出不去。那行吧，我就去洗澡了。这家人真奇怪。来洗澡。哦，先把毛巾放上，然后打开门。哎，怎么洗啊？我要洗澡。哦，自动洗澡是吧？哦，真舒服。哦，这热水啊，来呀，玩水呀。啊，这个严肃严肃啊，我们这个是玩的恐怖游戏。嗯，我什么时候把手机拿过来了？这个手机还有手电筒，不要忘记关掉灯再睡觉。关灯。关掉所有的灯。观众朋友们，他在搞笑。你这家里这么多灯，我要一个一个去关掉。哦，有钱人的关灯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。不行，我要先从最远的灯开始关啊，就是这边的灯啊，不然的话呢，万一回去的时候很恐怖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黑了。哈，你以为我会怕黑吗？我玩了这么多年的恐怖游戏逃生告密者啊，对吧？我电池用完了我照样玩，我怕个鬼？我跟你们说，就黑这种事情我不怕啊，不怕。哼，冷静。哎，就没见过我这么淡定的恐怖游戏 UP 主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一扇灯就是我房间的灯，然后手机放上。哎呦，不能拿手机睡觉，这怎么睡嘛？这没意思了呀，手机放旁边。这我手机一般来说都是跟着我一起在床上醒过来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谁把门给关了啊？难道是我老婆回来了吗？不对呀。
按着主角的尿性，应该没老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拿一下我的手机啊。不是，我手机怎么变成了打火机？这个降级降的有点太多了吧？我突然好像来到了一家医院啊。嗯，我家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豪宅，这是着火了吗？烧成这样了。哟，这边也能，这不是这个门别开一半呀？我进不去呀，但是它开着一半没用啊。嗯，这边打不开。哼，不就是家里变了样吗？我寂静岭玩了这么多遍，表里世界切换，对不对？这点东西，这不不，我怎么说出了奇怪的口音？这点东西能吓到我吗？啊？嗯，我需要一个钥匙来开这个东西。但是我没看到有钥匙啊，主角能跑吗？主角好像不能跑，这架子上没有，可能是在这个房间里面。那这个房间它门有点问题，哎，我就知道。这边有钥匙吗？哎，哎，没有钥匙。这个柜子，啊，有钥匙了，蓝色的一把钥匙，漂亮。哎，我拿到钥匙的时候，外面发出了声音啊，不太对，哼。我不会怕的，哎，你们看我多么的淡定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就算操作这个，我知道一般来说操作之后就会有高能，但是呢，我不怕，对不对？哎，啊，只是开灯了，只是开灯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没有什么恐怖的啊，只是开灯了。我刚刚是被他这个音效吓了一跳，你说我。音效吓人，这个很正常嘛，对不对？毕竟我现在耳机把音量调到最大声，你说有多少个恐怖 UP 主像我这么良心，对不对？把耳机的声音调到最大声，我刚才耳膜都要炸了。啊，所以我刚刚不是被吓到了，我是这个音量太大声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耳朵有点疼啊，我这个是因为疼痛才叫出来的，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要相信我啊。啊，你看我这耳膜都这样了，要不点个赞呗？嗯，这到底什么地方呀？我做个梦，锁上了，关灯了。哦，哎，观众朋友们，你们看远处，有一个人在那吊着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这什么音乐啊？怎么感觉像这么葬礼的音乐啊？你有本事你过来，你过来还是我过去？啊，我照样像上次那句话来说，给爷爬好吗？我就不信你还爬。他肯定不会过来，肯定是要我过去。不是，哎，我，这个怎么这么像我在，公园里面玩鬼洞的那个音效啊？啊，你们感觉吗？特别像。哎，你不过来，我过去了。哼，我这样我就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这样就吓不到我了。哎。谁在我旁边窃窃私语啊？不是，你们看我屏幕左边这边，好像有一个人儿。你在说什么呢？哦，打雷了，他不见了。我能起床了吗？不是，我能起来了吗？我这噩梦应该醒了吧？别告诉我我做了一个梦中梦中梦。不会吧？嗯，快让我起来！我要去活动活动筋骨。要是有鬼，有什么怪物，我就把它敲死，这样它就威胁不到我了，哈哈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真机智！哎，车响了。哦，我醒了，现在应该不是梦了，对不对？除非这个作者玩梦中梦中梦，嗯，拿起手机。对了，先把灯打开。啊，醒了肯定要开灯嘛，不开灯怎么行？哎，开灯，我开，嗯，打不开，打开，啊，把所有能开的灯都先给我打开。哼哼哼，你看我这么精明这么机智的人，这灯一开我就不怕了。这个门能开了吗？没有。哇，这一楼真的够黑的，这画变得好诡异啊！明明只是两条鲤鱼而已。
真的关灯之后就变得好恐怖。开灯。哎，哦，这还有一扇灯，打开。对了，我能拿这个钥匙了吗？这个钥匙应该有用了吧？我要出去了吧？我现在还不需要它，能不能不需要就不需要就不拿吗？警报解除。哦，我现在要回去睡觉了。难道是有人偷车？哦，打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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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已啊，观众朋友们。谁？这个房间的门开了。有谁在里面？ Hello， 有人吗？要抱抱吗？你是不是很孤独啊？剧情杀，应该要看到什么恐怖的东西了。哎，一个黑影啊，那还好，这没什么恐怖的啊。哎呦，不是，能跑了，能跑就不对了。这游戏要是能跑，那就说明要躲怪物了。哎，我懂了，我现在要去拿钥匙开这个箱子。哎呀，听到了吗？他在外面走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这迎面撞上了，不怕，不怕啊！我在哪？咱们莽下楼拿钥匙，对不对？哎，他追不上我，拿钥匙，秦王绕，关门。哎，他在我外面。哎，不是，他还会开门的。他好像走远了。我错了，他没走远啊。Let's go! Run! 啊啊！我们应该直接冲出来啊！直接撞上了。我们只要冲得够快，就可以冲下来拿钥匙。他追不上我，他追不上我。走走！哦哦哦！他追不上我！回房！哈哈哈哈！我现在要说什么？我裂开了，我精神错乱了啊！我要干嘛？我要开箱子！哈！哎，哼，也有枪了。嗯，怎么又黑掉了？鸟语花香啊！我现在真醒了。哦，那刚刚那个还是猛啊！哈哈啊啊！观众朋友们，刚刚失态了啊！这个确实，这么久没玩恐怖游戏了啊，好像前两天才刚玩。不过那些都不够恐怖啊，确实有这么一小点紧张啊，稍微有这么一点点，对不对？不过你看我现在不就很健康吗？啊，哎，我倒要看一下这个房间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哇哦，这个游戏结束了。他并没有把我吓到，观众朋友们，你们作证对不对？啊，我并没有被这个游戏吓到。这个游戏的话呢，其实就是讲述我经历的一场噩梦啊。这个噩梦我目前觉得还好啊，不算特别的恐怖啊。行吧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收藏、投币、转发、分享这个视频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嘿嘿，果然有了枪的恐怖游戏就不恐怖了嘛，对不对？